12日，韩国论坛 Panet 上发布了题为与出道时相比颜值下降的女偶像的话题，该话题已获得超过200,000次浏览和百条热议。该帖子中展示了一季有娜和柳珍、 Stacy 的 Yoon、 Light Baby 的 Yeri、 F 的栗子。对此贴主认为他们刚出道时看起来比现在更漂亮，对此网友也纷纷同意贴主的观点，表示道不同意，学员也应该在这个名单里，她是 NMAX 出道时最漂亮的。最遗憾的是栗子，就算她再把头发染成金色也不会像 F 出道时那么漂亮了。出道时金发芭比美貌的栗子真的让人眼前一亮，当 Yeri 第一次被介绍时她看起来非常漂亮，难怪她会加入已经出道的 Light Baby。 尤娜刚出道的时候非常清爽健康活泼，出道初期就因为太漂亮还登上了热搜，虽然现在一样好看，但是总感觉哪里变了。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语社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